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好像要去朝圣嘛，跟大家说6月开始都可以来，每天开放下午1点到晚上9点，那现场你可以准备说受精安神，没有，我财库之类的一些活动事项都可以，到时候会有QR code，就会在这边自己来现场来扫，然后也可以观礼，观礼一定要有两个人在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圆圆。如果没有看到就，如果没有就没有，因为我们参拜就要出去爬楼去了，所以真的就是都外物了，那就期待大家来。好，好来，我们要。会怕吗？会紧张吗？好、哦。我们要去看什么？大师爷，因为在农历的7月前，大师爷要完成。其实朝圣很漂亮，朝圣我觉得是已经颠覆传统做法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只要你有很多想法，对啊，这边所有。反正就是说三小的事情都丢给他。我要先跟大家讲，便宜有便宜的做法，贵有贵的做法。基本上你要好，就是一定要有便宜的价。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，知道吗？好货不便宜，便宜没好货。所以这种东西不要省。那如果你今天预算不够，那你就先不要去思考这件事，然后去努力赚钱。其实来这边参观，我觉得也蛮特别的、真的很特别，很精致的那种。他们雕的超细。对啊，想要看更多作品，可以来朝圣，好不好？塞车日常，我们晚上吃披萨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叫披萨。对，我们晚上要办事。本来下午跟他们说要吃披萨嘛，每个人都说热量很高。然后刚才再问一次，我要吃。所以这个事情叫什么？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绝对不要去超市里面买东西。因为你会觉得什么都买。当你吃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没东西。都一样。对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签我的那个阿法外出的车阿法，我们去改一下。人生必须得好好享受。你看，有星空底，是不是？也要有什么音响气氛嘛？你这样子在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比较好。大家如果有在玩车，应该都知道，因为虎哥跟虎弟其实也有在玩车，所以其实这种有在拍照玩车性质的影片，我们都想希望他们可以注意到我们。好，那个周杰演唱会不用买了。他在开启他的那个模拟模式。OK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遇见光。这是公司用的车，它原本这个很黄，就是暗暗的，然后我就花了钱找一个地方把这个放大，等一下应该会蛮厉害的。因为太胖了，这样子开车就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好，那我们就交车了，看你一点吗？好，也不来。前面整天我觉得还蛮充实的，因为去朝圣嘛，对，后来去签阿法，然后跟X6。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一天的一个生活。如果喜欢这种 vlog， 或者是这种拍摄的手法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就是说，支持，就是继续拍，对，继续拍这样类型的，好不好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私讯我们官方 line， 然后来询问，好不好？那下次也明天，拜。